我们《英语讯报》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其实汤丽君目前为止呢，是在呢沙特阿拉伯的迪拜哦。我们现在现场所看到的呢，是在呢世界第一高楼哦，跟呢我们呢这个迪拜的这个 mall 之间呢啊、的这个啊、人造的这个啊、水池中呢。为各位做的 UP 独家采访，好看爸爸照，跟英语晨报，观看呢这个呢，哦非常棒的这个秀，哦，这也是呢我们的 UP 直播呢来到呢这一个我们杜拜呢第一天的这个采访，带给大家很不一样的杜拜的生活，啊、我们知道呢这一个啊。世界最高的塔呢，在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呢，就是我们哈利法塔。哈利法塔是世界最高的塔，它本身呢有162米高、162米高、828米，造价呢是呢15亿美金。当然呢，能够来到世界第一呢，我们的哈利法塔，然后又可以看到呢。这样子的一个灯光秀，哦，让我们觉得呢，杜拜的采访真的是不虚此行。好，我们是老板。看见老师 ，Nice to see you 啊 ，Yes， 是。我们这个现场所看到呢，这个啊、我们呢啊、这个很棒的这个水舞灯光秀。哦、是在我们的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跟了我们杜拜的这个梦偶之间呢、呈现出来，哇，我们看这世界第一高楼有没有我们的哈利法塔，哇，这个灯光呢相当的这个耀眼哦，也让我们觉得是不虚此行，哇，我们谢谢，有给大家很大的 surprise， 对不对？哇，是哇，这是我们的英语新闻报，来，你拿一下，我讲几句话。谢谢。当然呢，这个是世界的第一高楼，对不对？哇，当然每一个人在这边呢，都会挤来挤去哦。不过呢，刚才记者汤丽君呢跟大家介绍了，我们世界第一高楼就是这一栋，哇，哈拉法利啊、哦，来，我们这一栋呢叫做哈利法塔。哈利法塔呢，它162层高，有828米，造价是15亿美金。当然呢，也成为了大家呢来杜拜必访的圣地了。谢谢，你看一下，哇，灯光秀一结束了，哇，你看一下，人山人海了哦。所以我们英语新闻报这一次呢，来到我们的杜拜，哦，为各位做呢这个 UP 独家直播，希望把杜拜奢华的风光带给我们台湾的朋友。谢谢喽，英语新闻报，下次见了，拜拜。